炮 AK 跟我 PK， 爆破团队头条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椒哥。刚刚我打了一把定级赛，今天胜利了，是这个职业排位赛的定级赛。下面我们再来打第二场，这就叫趁热打铁，接二连三啊，不是有一有二，好事成双，再给我赢一场，老公啊，不要求太高，三场赢三场就行了啊，别赢太多，赢太多我给你急。只要随意出船，百分之百就赢。天哪，竟然是我最拿手的死亡十字基地。不用看了，这把对面的人已经被虐蒙圈了。说实话，有些时候我是真的不想动手，一旦我动起手来，我自己都害怕。好了，你们投降吧，别玩了，已经没啥意思了，别玩了你们。哎，哦，热身阶段，我算了，我说这家伙开了个自动锁血外挂了，头都不掉血，哈哈哈，打不打没反应。第一滴血，哈哈，冲得太靠前了，把人给冲蒙圈了，给太不好意思了。有人说话，有人说话，一个，两个，两个，天哪，有人说话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啊，影响打游戏。来，打这个地图很好卡点，就这样子卡就行了。哎呀！不简单了，年轻人，看来我是不能卡点了，我得往前冲了，都四杠十了，别闹了，大哥，四杠十了，争口气，不争馒头争口气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，对不对？不争馒头怎么争口气？别闹，大哥，七杠十三，哎，好，八杠十三，漂亮，来，把馒头给我蒸出来，蒸馒头，蒸油卷，蒸豆腐乳，臭豆腐。哎呀，黄金七锤都能干死我。别闹了，大哥，第一把那么气势如虹，这家伙难道不是运输船真的就要被终结吗？对不对？可别闹啊，哪有那么恶毒。 Monzi Q， 哎呀呀呀，王者之魄不简单，年轻人，你竟然有王者之魄。哎，行，那我王者之心专干王者之魄，受死吧，受死吧，年轻人啊，有些时候我一旦动起手来，我自己都害怕，自己投降吧，自己投降吧，别让我动手了。一滴血，一滴血了，哥们儿，可别闹。对，一滴血的残血，你给我回来！天哪，从上面跳了下来，你真脏，打了个九十五。你真恶心。干嘛呢？那是他们的人老喜欢来这里跳，我是搞不懂跳什么呢，跳对不对？找不 Q， 再来一个，哈哈，七十，漂亮，要反杀了，兄弟们，三十一杠三十六，给我动起来，快点的，拿出你们的气势，拿出你们的子弹，给我扫，往他脸上扫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这个人也要死，两下，对，漂亮，来，你过来，你有没有无敌了？你也死，你也死，你也死，死死死死啊！我去，哎呀，九十四，什么鬼？天哪，还差五个人都，别闹，大哥，快点的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别玩狙了，别玩狙了。玩狙不太好，玩狙不太好。哎呀呀，手雷手雷！天哪，谁扔的？谁扔的？快点受死！快点受死！干他丫的！快点的！我真的受不了啊！不想输。定级赛才第二场，才一个小小的第二场就打成了这样，我真的难受啊！别闹！不允许！不允许！哎呀，无敌怎么那么长时间？什么鬼？还是差五个人头，来个五杀！快点的，能不能？能不能来个五杀啊，四十七了，追上他，快点，能不能来个五杀，我就问你一下，能不能，对，再来，对，再来，再来，跳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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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死他，对，我去，什么鬼，受死吧，受死吧，天哪，这都能输，我的天啊，十八杠十一也输掉了，我的天，这是什么鬼，大哥，打的这个游戏也能输，我没有想到，兄弟们，一个新锐定级赛就把我干蒙圈了，算你有种，年轻人，你等着就行了啊！下回合我必须得玩死你，这回合我是无力了。好，算你厉害。啊，不行，兄弟们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太伤心了。啊，
咱们下回再玩吧，我走不了了，下回合再见吧。太惨了，拜拜。